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品味少女的频道，我是艾达。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次的开箱啊，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开箱会开的这么久，而且其实我还剪掉很多的，所以我只录了一个开场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容忍一下我这个零画面的开场，就让我们继续开下去咯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呢，我有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，因为呢，它就是一个消耗品，台湾其实也是可以买的消耗品，我实在是很喜欢刷淘宝的短视频。然后那些淘宝短视频呢，虽然看起来都很像骗人的，可是我就会一直被说服，就是脑波很弱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它。这是厨房湿巾，因为它影片说它很厚啊，很大呀、啊，然后量很多啊，然后很划算啊，所以我就买了。你可以拿它来擦桌子呀、啊，擦鼻子啊，然后你也不会心疼，因为它很大一个，而且它可以去油去污。我买这样子五包，所以它有400抽，一包有80抽，400抽这样子台币是240块，我觉得也是蛮便宜的、啊，只是它有点重，我觉得运费好像。好，厨房湿巾。接下来我要开另外一箱了，另外一箱其实这边更大箱，你看，看。这什么？衣服？感觉是衣服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外套，这是我帮两女儿买的外套。啊，怎么是这个颜色？哎，我傻眼哎！你知道它图片是什么颜色吗？这个好像不是在淘宝买的，我这个好像是在拼多多买的。它图片上是什么颜色？你知道吗？它图片上是荧光黄。你说说，我是有色盲还是它有色盲？这叫荧光黄吗？这明明就是草绿色啊！差这么多，我就是想要买一件荧光黄的外套，那他们不会被车撞啊？结果他们寄来两件草绿的外套，虽然颜色不一样，这个色差也太大了吧？可是它真的是蛮厚实的啦，我只能这样说。里面有做那个铺棉，是很厚很保暖啦、啊。虽然颜色我很不满意，可是质量我是还可以。还拿来一件，哇塞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？而且我这个尺寸我都能穿吧？我买一件是100公分，跟一件140公分，为什么这看起来是我可以穿的尺寸？这看起来是我可以穿的尺寸，啊、虽然手很短的、啊，可是它的长度完全是没问题的，它的长度是到我的大腿，所以他们穿应该是超级超级长的。不过这色差真的是让我有点傻眼了，虽然我觉得是蛮保暖的、啊，质量也是好的，而且这件我一开始在淘宝看到啊，然后淘宝的价钱是大概快200块，200块上下，可是我在拼多多买一件才65块人民币，算啦，原谅它啦，200块变成65块，有点色差我就算了，我可以接受，毕竟是3倍的价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是这个，这件应该是我的哎、欸、，T 恤。这个这种 oversize 的大学 T 啊，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布兰迪的藕粉色，然后不是很饱和的。如果你是适合这种灼灼的颜色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呢、欸，我喜欢，质量也蛮好的，这件可以，没踩雷。好，接下来感觉都是小东西，我知道这是什么的，这个应该是我的睫毛夹，错了，这是我的夹睫毛的睫毛夹。这支呢，在淘宝上呢，其实已经红很久了。大家都说这支超级好用，因为我的睫毛是那种又硬又粗，然后感觉是夹不翘的那一种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一个大家传说中很好用的睫毛夹，我非常期待它的表现哦。它里面还有多附一个这个就是夹睫毛的那个软垫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我也很期待它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是去渍滚珠。那这个去渍滚珠呢，他说只要你衣服脏啊，比方说你在外面弄到东西脏脏的，然后你就涂它，脏污就会消失。你洗过洗不掉脏污也可以消失。我衣服刚好有一点脏脏的，我想来试试看它是不是跟传说中的那么厉害。看到我这边有点脏脏的吗？你看得出来吗？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脏脏的？他说会擦掉，也没擦掉啊，我是被骗啊，那完全没有呢，依旧在，撕掉了，然后依旧在。烂东西，下次再试试看其他的东西好了。现在这个蛮大的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我的化妆包，自从上次跟我化妆师小彤拍了一个淘宝的彩妆之后，从此之后我在淘宝的彩妆上就大开杀戒。所以呢，本来我的化妆包就小小一个，就是这样小小一个，我就是带这样一包出门就好。可是殊不知我越买越多，它已经无法负荷，而且装不下了。然后它就变成这么大一包，有点困扰，因为这样拿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化妆箱，然后希望可以把它们通通装进去。然后这个化妆箱呢，它是有带镜子的，而且它的镜子还是可以亮的，而且它看起来很有质感耶，哇，很不错，它是镜子可以亮，这是开关哦，它有电，很棒，还可以调色温，很棒哎。所以它有三种，一种就是白光、黄光、
然后中性光、黄白光三种打开，里面有一个保护镜子的一片膜哇。然后这边是放刷具的，然后下面呢就是放女化妆品们的充电，是这里 USB 直接这边充电。重点是它有灯，它实在是太方便了。他们家出了很多很多化妆箱，这个化妆箱是他们家顶级最贵的，是125块，可是双十一打折后是89块，就是90块的零件，差不多400多块，然后就可以买到一个有镜子灯的化妆箱，我觉得超划算，大家可以去买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质感非常好，然后里面的东西看起来都是有质感的，不是那种烂烂容易坏的。里面隔间是可以拆的，所以你可以自由去放你要的大小在里面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再来下一个，这个好像也是衣服的感觉。这间店呢，我在上一次淘宝的男装分享里面也有分享这家店，在淘宝潮帅男装店那一集呢的最后一家淘宝店就是这家啦。我其实很喜欢这家的衣服哎，我买了一件粉红色的图案的 T 恤，然后一件这个是裤子，然后还有一件长袖 T 恤。他们家的衣服质感很好，然后衣服的磅数也都很厚，所以呢不是那种烂烂的 T 恤啊，洗了一两次就坏掉。但他们家的价位也不知道非常便宜，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衣服，所以想要来看看这家店的话，欢迎去看淘宝潮帅男装的那一集哦。那一集里面的最后一家店，我就有介绍这一家店啦。下一个呢，下一个是什么？这个店呢？它就是一个很奇妙的店，有没有说很奇妙呢？因为它其实在淘宝上有点红，然后很多的仿品，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买到的是不是仿品，评价也都不错，而且它是诉求便宜、功能性又强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件呢是它的裤子，它是功能性的裤子，然后它上面是做塑身裤的材料，所以它上面是其实是有塑身的功能，上半部屁股这边也有做托高。因为它的价钱很便宜，它原价55块，淘宝买41块，我就想要穿起来回来试试看，然后它塑身的效果如何呢？接下来这个是鞋子，这是我帮我女儿买的鞋子。小朋友鞋子因为换得很快嘛，所以我很常在淘宝上买小朋友的鞋子，当然会有几双是不想要买太烂的。那今天开箱的这个呢就是 Jeep 的鞋子， Jeep 但虽然是坐车的，但是它也有服饰品牌，那它在台湾其实在专柜也卖得不便宜，可是在淘宝上 Jeep 的小朋友的这个鞋子让我有点意外，因为它蛮便宜的，一双100多块钱，而且我觉得它做得很好哎，这个鞋子的质量很好哎，而且很可爱，而且设计感也很够，这样子的鞋子球鞋啊，然后又是有品牌的鞋子，很划算的哎，我觉得可以去淘宝 Jeep 看看哦，小朋友鞋子而且也很帅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雪玲妃，雪玲妃是什么？雪玲妃是舒缓控油清洁面膜，它在淘宝上一样非常非常的火红，而且它是张韶涵在小红书上面有介绍的，它可以干嘛呢？它可以补水保湿，还可以清洁去污，然后去黑头、控油、去痘、去粉刺，而且小红书有超级超级多的博主都有在试用它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心动，我想要买回来试试看。因为在淘宝上面啊，好评也是不间断的，加上它我觉得也不贵，大概才70块左右的价钱，台币250左右，而且它还送两个小样，让你外出的时候可以方便使用。很期待雪玲妃带给我的感觉，因为我最近粉刺有点多，我是有点困扰啦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开箱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